聆听的艺术。先聆听，人们没有给自己空间，在这地球上没有人聆听，请明白，没有人在聆听。就算你花钱给精神科专家来聆听你，他们也是不完全的聆听。所以先聆听就只是聆听，聆听是神。你现在在聆听吗？仔细聆听，上一次你聆听别人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别人聆听你是什么时候？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谈话在进行着，但是有谁在聆听呢？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说话，每个人都忙着说话。在任何对话中，双方要么在说话，或等待发言。不要以为当其他人在说话时，你在聆听。不，你只是用那个空档来准备你要表达的下一个观点而已。我们已经发明了越来越好的通讯设备，但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倾听彼此。